牛大人最近割花城囤积了十几吨腐皮喎、啊。腐皮？我早两日去都唔见、啊，净系觉得嗰边嘅生活节奏好慢，好慢。有冇城主话过，这样开车要慢一点，这样吃饭都要慢一点吗？哦，咁又关腐皮咩事呢？牛大人，你跟踪我学嘢咁耐，仲唔明腐皮系腐平嘅谐音啊？哦，咁点解有咁多腐皮啊？咪就系因为城主公开咗佢段腐女恋咯，之后就腐皮如潮，阻都阻唔到。咁啊，成成俾人抽干晒未啊？你睇下啲网民几有创意，呢啲先叫神回复啊！喂，等我睇过。突然觉得我嫁给金城武也不是没可能。人到中老年，身体被掏空，做什么都慢啦、啊。扔掉了个限量版，买了个淘宝款。王三三。